your boarding pass and fellow travel documents. Attention, please. Passengers on Moon Air flight.到了。啊？没有可以远。啊？那自行车。它是几张？这是开放可以的。不是，它只有这一本。可我刚刚机场没有，有看到对不对？啊，早知道就拿了。还是旅客护照先来，应该会有。明天去拿这本好了，去哪都逃不过中正。来这边是想吃海鲜吗？双干炸呢？蛤蜊汤，小管辣鲜，这是什么鱼啊？青鱼。青鱼。对啊。这个是什么海菜鱼丸汤？我说好懂。他还在回味他的鱼。很蠢哦。啊？先吃，先吃。他的鼻子。比诺丘。他是谁啊？不知道哎。他是谁？小胖吗？现在七点多，没人。有啦，有人在前车。哎，因为停车场很空哎。现在没有麻雀。真的。他们吃饱。还有哎，我知道这还有。那边的墙壁都是澎湖有名的什么课本上教的那种石头墙，好酷哦！这样，耶！Thank you.
好多好多垃圾。口罩。这是粉红色口罩。那不是紫色。哦，紫色口罩，对不了解。哎，三个蛮清楚的，啊，谢谢各位。人有李胜角来攻占澎湖抢滩的画面啊，那另外这边就是当初的守军啊，清兵啊，这边有一个简易的啊，简易的油画。这个地方，那兵分两路，那沿路进攻到澎湖的拱北关，目前只有开通这一段，那这一段的距离大概200公尺左右，那么沿路进去，好，沿路返回。跟水箱子。那个是我们对台的时候不会产生回音，还有我们如果在弄完的话就往回走了。现在没有进闸哎，可是只是错觉。
餐，帅吧？打黑猫，来哪里？看到了。嗨，嗨，前面好，前面好一些。嗨，喵喵，喵喵，好可爱啊！太奶，好瘦。是我没有食物给你。我黑蛋糕。萨瓦迪卡。哎，这好像走路怪怪的。找东西吃吧。哪里啊？猫咪啊。哦。刚刚有送黑糖糕。然后。哎。这是假的。是跟我一样可爱的猫咪。哦，怎么是绿色灯啊？哦，好可怕。嗯。这个吗？是吗？那是眼睛吗？这个吧。相机拍的。哇。啊，这准来爱拜拜。哦。还有什么？妈祖，妈祖。哇啊！这是历史课本上的建筑物。哇！怎么那么可爱？谢谢。是买伴手礼的店，是吧？那是我的麦爆开。还是八号这一招哦，哎，阿德转正最好听起来，才不会上错。好，谢谢。下一站的，哦，这是乘机停机，对，差不多。
应该看得出来。这个长得很可爱。还开心，现在有什么多多可以喝？应该是这个。是一个，很小。店家没有订阅 Spotify Premium。救命的全家！说真的，我以为他是在海边呢。不是，我是说，在海岸边呢。对。每天剪下会不会发现我们的腿越来越黑？那个雨伞也是好丑。真的没开哦，难过了。今天休息啊，明天你再来卖。哦，好。哦，原来好，谢谢。
哎、欸，你不会有一只可爱的狗狗？啊，它已经好几天没有开了，是这意思吗？该搞不好哎，它狗狗们都没有更新。哎、欸，还在我在拜它。OK。上班中，那我去找花看就有了。就是我们这几天走很多的203，那不大可能是那个矿物粉。好的，要来喽。哦，待会下去。那那边还有。晚安。桌子。有人要入党吗？要入党吗？他想要看血肉生存，没有，只用火力上面。为什么一个吃得不上来？真的，不晓得很好吃的。红梅吗？这个吗？那太好了，牛奶好。是多喜欢？两罐。是。天后宫在这，美术馆在那边。在澎湖看到乌云呢。拜拜。我刚刚看桌上有什么？什么？位置？还有另外位置。拜拜。是啊，就是那时候还有剩。哦，这是虾子。哦。哦因为现在哦，旧的冷气换新的还可以退5000或7000。我每天经过大同的那个商店，外面就一大车的那个旧的。你看屏幕看见到，我很美，像千块啦，都在那里。
旁边的行李检查，谢谢。